这一天，哈利被铿铿锵锵的声音吵醒了。波比，你这么吵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原来吵到你了，对不起啊。从现在起，请你安静一点。芭比，对不起啊，小心一点。可是我不是故意的嘛。我的红色水彩已经用完了，我去跟露比借一点好了。睡得真饱啊。啊，波比。不在。哇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苹果哎。糟了，哈利把波比要画的苹果吃掉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我来帮他画一下。波比。你起来了。你去哪里啊？现在才回来。哦，我刚才到露比家去借一下水彩。我的苹果。我吃掉了，那颗苹果真好吃。什么？都画好了。糟了，波比的画被哈利弄得乱七八糟。怎么样，我画得很不错吧？非常好。钓鱼喽！冬天戴着一顶草帽，小小。哇哦，这里好清爽哦！钓到了耶！我们是最要好的好朋友。虽然偶尔也会吵吵闹闹，但是互相帮忙也会互相体谅。波比不在，我觉得好无聊。哇！钓了这么多的鱼呀、啊！哇！这条鱼好大。哈利。好像好好玩哎。我一个人在家里觉得好无聊哦。我一个人在这里钓鱼也好无聊哦。真的？我们回去煮鱼来吃好不好？一定很好吃，哟呵。我们是最要好的好朋友，虽然偶尔也会吵吵闹闹，但是互相帮忙也会互相体谅。我们是最要好的好朋友。没错，虽然偶尔会吵吵闹闹起口角，但是朋友永远是最重要的。